全套，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。躯体的叶梗模拟，因为通常来说是带一个小杠子，如果你没有带的话，那你就现场去找一个，或者都个子很娇小。山西队的巩瑞莎，才可以。刚才啊，第一个其实在吊木之前啊，有连续几串动作都是在调整的，终于在这一次比赛的是来自河南队的张婉宁。要有三个舞蹈动作和三个技巧动作，规则这样的硬性的限定呢，实际上也是指导选手在编排。交换腿接换，哎呀，达到了 D 或 D 以上都可以获得加分的这样的规定。我们也期待在挺身侧空翻、纵劈腿跳，确实刚才员拿出更多不一样的、更多花样的下法。完成的就继续完成，不要有那种不应该存在的无价值摆动。做下法的时候也是坐在垫子上了，这是在比赛。项目的冠军